我们都策马特了。看我放手开车，我在搭火车啦。这野坟墓是历年来登马特洪峰的罹难者的纪念坟墓。先去看马特洪峰。马特洪峰啊！哇！来，这里的庙高四十几米。所以它这里还有一区是这个地方，这里以前有很多土拨鼠，土拨鼠就危害他们的居住环境，所以老城区那边有一些房子就是有防止土拨鼠进去的。这里就是策的老城区，就在新城区的一个小巷子走过来就是了。现在在自己在策马特这边乱走走乱践行，我现在是在往越接近马特洪峰的方向走，超美的。原本我们要是去什么店，可以点一人份的去什么店，点一些其他的菜，开动。策马特羊，好菜。要去五湖健行，就是在这个 Rotter Home Station 这边搭车上去。我们要去坐火车了，这也说是齿轨的登山火车。到最山顶，3000多公尺的山顶。中午呢？刚才从这里走进去，现在一走出来又想拍了。要离开这个地方了，他舍不得离开啊。阿里山是
森林铁路跟这里的铁路是姐妹铁路。